六有想来的话呢，我们礼拜六还有在这边一样8点到10点的演奏。那今天呢，我带来最后一首歌曲了哈，带来最后一首歌曲，我用演唱的方式来送给大家哈。刚才说要唱歌都忘记了哈，来唱一首呢，我在直播演唱的歌曲哈。那你帮我看有没有歌词，可不可以找歌词给我哈，让我唱给大家听哈，还是你用手机找歌词给我一下哈。那我来唱的这首呢，是我星期三哈直播的时候，然后我唱这首歌呢，大家说很好听哈，所以我就再唱一次给大家听哈。来自林俊杰，歌手林俊杰哈，号称呢行走的 CD 啊，林俊杰的歌曲叫做记得哈。那接下来有一些歌曲呢，我们就排到礼拜六呢来给大家演奏哈，因为呢今天呢比较早开始哈，原本想说呢下午要来，但下午呢我又太忙哈，没有时间，又太热啊，所以呢就大概7点40分那边开始哈。那今天呢就大概演奏到现在9点几分了，9点40了哈，就最后一首歌曲了。我们就星期六哈，星期六还有8点的这个演奏哈，也是2个小时。我们今天带来最后一首歌曲，叫做《记得》，谢谢。
一起走到最后。好，谢谢大家哈，就唱一首歌做 ending 的曲子，谢谢大家今天两个小时的听歌哈，祝大家这个端午假节愉快，我们星期六再见了，拜拜，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